大家好，我是皮克，您台湾业余桌球赛事的好朋友。本赛事为2024国际自由杯40岁组男单16强之战，在我们画面中左手边的是吕冠毅，吕冠毅选手在2023全国热火杯庆祝荣获双打金牌，而画面中右手边的杨健在2023台湾长青杯40岁组男单则荣获金牌的好成绩。另外在画面中非常抢戏的一位女选手陈文静，陈文静国手在2023台湾长青杯40岁组女单则荣获金牌的殊荣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本赛事为2024国际自由杯40岁组男单16强之战 ，Ready Go！ 接下来报告，请男团长青猎豹队队长桌球猎豹队德文金牌。
时间小就过去后，又搁要讲再会了。我们恭喜杨健选手杀入八强，下回迎战的对手是孙明德孙教练。咱们下期见。